过年的气氛也是非常重的。对啊，这个是老萧每一年都会写的招财进宝。那个以前在总统府前面萧万长发的嘛。对，对。谢谢你哦，谢谢哦，谢谢。对啊，所以他每一年都会自己写，然后送给亲朋好友。这是他自己的毛笔字。对啊，他写的啊。那这个招财进宝呢？这招财进宝很明显就是李曼玮写的，差很多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我们是那个创意油管电视台的，跟拍到你家。啊，因为今天外面下雨，我们就直接改在门口拍了哦。哦，那你怎么跟拍到这里的？我们问楼下管理员的啊。啊？对，说胡小姐住这边。哦，真的哦。那不好意思哎，那请进，请进。进来的时候我可能要先帮你消毒，方便吗？对对对对对。消毒机不见了，那我用这个消毒好了。啊，是啊。好的。哦，消毒机找到了呢。好，还是要消毒一下，因为毕竟现在这疫情哈又越来越严重。就是之前那个创意油管非常红的那台消毒机吗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要消毒一下。哎、不好意思呢，那你要喝什么吗？不用不用，你们没关系，我看一下好了，有什么可以喝呢？你要看有可以喝的很多哎，看你是要喝妙管家还是香精，还是你要喝？你是磨砂吧？那就是水啊，还是什么？那不好意思，我们刚来之前你在干什么呢？你可以继续做你的工作。真不好意思，因为我刚刚才回到家啦，然后正准备说倒了一杯奶茶，你才喝一点，想说继续把它喝完。刚刚忽然间有点肚子饿，也不知道吃什么，就想说买了一个小点心，就咬了一半，也还没咬完。但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现在有客人来，我就先收起来。我突然口有点渴，那你们有绿茶吗？啊，绿茶，不好意思，最近这个东西是不是没有得卖啊？因为好像都卖光了耶，绿茶。我问一下，那个现在对网络上很红的绿茶婊，你遇过有什么最厉害的吗？哦，绿茶婊，哎，好了，我与世无争了。我这个红茶、绿茶遇到太多了，都躲在家里，尽量不要接触这些人，真的太恐怖了。你继续吃，继续吃啊！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有什么可以帮你服务的吗？你要参观我家吗？好，哇，你家非常干净的。哦，对啊，因为你知道，就是大扫除嘛，哎呀。就是家里的猫猫狗狗很多这样，所以平常都要维持它的整洁。哇，你家宠物很多哎。对对对，我家有八只猫，一只狗。对。哦，所以那只狗是单身狗。哎，对对对，它是女的，然后也是单身狗。那你对万年单身狗有什么看法？给他们可以给他们建议吗？万年单身狗就是说，希望你们过了2022年就会变千年单身狗啦。那也就没什么嘛，就是单身有单身的好处这样。哎，这是我们家的桌子啊。你家？看起来很干净，但是桌子有点脏哎。怎么会这样？不好意思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你也知道，我女儿这个13岁哈，就是这个嘴巴破掉，可能会漏风啦。对啊，所以有时候吃东西就是会这样子。哎呀，怎么地上也是？看起来地上也有堆。不好意思呢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哎，不，这你们不能吃。这个地上这个不好意思，我快速解决一下哈。哎，这个会不会吵到你啊？不会，应该不会啦。不会了哈，这我可以用哈。可以，真不好意思哦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对对对对对。哇，吸得非常干净。哎，对啊，而且因为你刚才有饼干有一点油脂嘛，所以一定要有用拖地的功能啦。那我们就是，哦，会不会分享太多？不会。你有想听吗？请讲。是的，自从我用了这一台 Jimmy HW8 Pro 无线洗地吸尘机，啊，全方面的清洁到位，天哪，我的人生都变轻松了呢！有没有看到我长高又长胖了？今年考试都考100了呢！而且注意，它是洗地的吸尘机哦，喷、吸、拖、洗，这就是 Jimmy 在我家最大的功能，是不是很棒呢？小姐，我们还是照脚本走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失控了，是不是？这一台真的是很厉害啦，因为我们家这猫猫狗狗很多嘛。那其实我这个人就是非常懒的家庭主妇，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出来。因为反正现在戴着口罩，我也不用化妆，也不用整理头发嘛，对不对？那但是呢，做这个家里整洁的时候啊，最讨厌的是干嘛？你的扫地、吸地、拖地要分开。可是如果有一台是可以让你一次搞定，家庭主妇已经想说啊，卡齁懒，对不对？2022年的虎年，想要胡烂我没有？这回事我知道，程序一定是有灰尘的时候一定要先扫，扫完了之后才能拖，不然你的灰尘跟毛发一定会狗揍会嘛。可是他不用。最近在做这个实验，因为这个实验我们家的猫狗掉了很多毛，我每天都在给他
刷刷刷。但你有没有看这想看这个实验吗？不想看没有关系，我不勉强。还蛮好奇的啊，这台真的那么厉害吗？你真的想看吗？想看想看。那我要先找一只我们家很会掉毛的哦。嗨，这两位参加录影的朋友，怎么掉？好，我找这只好了。正在喝水被逮捕的。好好好，我帮你刷嘛。其实每天帮他们梳毛已经是成为一个每天必做的事情。自动翻滚，对，你看这个毛发量是不是很恐怖？加上呢，它上面还有一些过敏源啊、灰尘啊，所以这个一定要好好的清干净。如果在家里平常的时候呢，它们就是会散落在各地角落、地上、梳妆台、床上、你的衣服到处。给你看看我们家居民的厉害，你们看到这边，它等一下会从这边，不咻。的喷出来哦，对，那它喷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呢？就是看你要装什么样的清洁液，就是白白的液体哦。对，然后呢，它这边有电池，如果你不是很想要就是一直充电，或是你家大概有1000多坪的话，你就可以买大概6颗电池，然后一直换。我会考虑找管家，管家也是需要换电池，好不好？哦，戴着口罩讲话真的很喘哎。好，我现在把它打开哦，要喷了。这就是有没有？刚刚很多家庭主妇说，你看就是机关呢，所以要先把它扫起来。但是你看我现在，不用怕，所有的灰尘、毛发、吸跟拖都一起完成了。哦，这边好像还有个脏东西耶。对，这边有个脏东西还有拖，我要喷水喽。我给大家看吸起来的这个，所有的毛发都在里面。这个水，你这上面把它打开，倒掉清洁，洗一洗就好了。倒在马桶里吗？对啊，倒在马桶里啊，还是你倒在你老公的汤碗里面也可以。I don't care。倒在马桶里会造成马桶堵塞怎么办？哦，你就再倒通了、啊。比如说我今天打扫完家里，对不对？平常这个时候我们要干嘛？又要把这一整台拖到浴室里面，然后这个又要打开，又要清洁，然后又要刷毛发。不用，把它放在这个上面，然后这个 play 的地方按5秒。发生什么事？它在自动清洁，它就会用后面干净的水，就是你刚才拿来清地板的这个水，然后来清你的滚轮。你看。从头到尾，我的手都不会用湿，就会非常的干净。这台 Jimmy 啊，具有6大设计特点，往来之间如诗如画呢。超大 LED 屏幕，讯息屏幕秒囊哦。喷水直觉式的按键，想喷再喷。替换电池呢，超长续航力有35分钟。净水喷头独立滚刷不潮湿，滚刷刮水条边滚边刮，时刻都很干净哦，清洁溜溜。双水箱设计，净水、污水都是独立的，不用怕水混在一起哦。除了超长吸力以外，还拥有独特的定点喷洗，一键自动清洁滚刷，脏脏的自己就洗干净，超强的适应力等等的很多啦，很多独特的功能哦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なしでお送りします。哇，你这边的杂物也算是很多哎哈。对啊，因为既然现在清洁少了一半的时间，我就有更多的时间来品酒，各式各样的，比如说有香槟啦，还有小的香槟啊，清酒啦，很多酒啦。哦，我跟你讲，这支超好喝，这一支。把 logo 遮住 ，logo 遮住。哦、这一支真的哦，好多 logo。这支是 Tequila， 不需要调什么任何东西啊，就是摇很冰，喝起来超级好喝。过年的气氛也是非常重的。对啊，这个是老萧每一年都会写的招财进宝。那个以前在总统府前面萧万长发的嘛。对，对。谢谢你哦，谢谢哦，我看到谢谢。对啊，所以他每一年都会自己写，然后送给亲朋好友。这是他自己的毛笔字。对啊，他写的啊。印的吧。对，然后再签名上去哦，对不对？哦，当我第一天在娱乐业，你是不是想要惹火他？这个也是当初交车的时候 ，Porsche 他们很好心的送了我一个交车的香槟，到现在还没喝。哦、酒的部分真的还是很多，我这边也还有很多红酒的部分，这就是我的收藏。那这个招财进宝呢？这招财进宝很明显就是你蛮危险的。
差很多。公仔还是跟之前都一样啊。之前有来过是不是？哦，没有哎，就是我是说我啦，对我没有买新的，就是跟之前都差不多一样。好的，对，那我们今天访问就到这边了。好哦，谢谢你哦。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再见到你。没问题的，没问题的，不要再随意跟踪别人喽。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是说什么资讯酒的吗？不是，吸尘器啊。哦，吸尘器，对 ，Jimmy， 你是不是也想买，对不对？哦、我跟你讲去哪里订，你去啧啧平台预购。那因为它现在的量不是很多，所以你要赶快预购，赶快抢。那、啊、如果我还不知道啧啧怎么写的话，看这边，我已经告诉你怎么买了。好的，拜拜。拜拜。